哇，拍了十几天的戏，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最近的太阳真的是太猛了，晒到我都有一点变黑了。不过我现在要去一个可以拯救我皮肤的地方，猜猜是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嗨，李，嗨，杨威，我先带你去做皮肤检查。OK，走吧。你看你之前的皮肤的，看到你的斑吗？现在它比较浅，比较有水分。对。如果你坚持做下去，你会看到更明显的效果。 这个步骤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没做几次，我的斑点就明显淡化了。接下来，伊莲她特别为我调配双层面膜，伊莲的手艺真的很好，因为她按摩没几分钟，哇，我就直接睡着了。重点是，我一醒来，我的肌肤瞬间变得又透又白又亮。 哇，真的很亮哎，特有弹性，白白。最近很多人都说我的皮肤越变越好，而且我变年轻了。现在上妆也变得比较容易，而且卸妆素颜也不怕。想跟我一样有晶透亮白的肌肤吗？那你一定要找除斑美白专家Sakura。